婚吗？你老催我结婚干嘛？我想吃你的喜糖啊。我不是跟你说了，我和妈妈结了婚才有的你和老二。那你嫁给儿子呗，嫁给儿子给我生个姐姐。实在不行的话，妈妈你来接哦，顺便帮我换个爸爸。哎呦我的妈！妈妈，我长大结婚要不要通知你呀？那他洋洋，那你结婚为什么不请我？妈妈，你是不是怕我没钱不随礼呀？当然不是啦。那下次结婚记得请我。爸爸，你结婚了吗？结了呀。什么时候结的？怎么没通知我和老二？我怎么通知你们了？你是不是怕我们吃你的喜糖？我怎么说呢？哼，什么都别说了。你结婚都不通知我，以后我结婚也不告诉你。爸爸，今天吃东西被老师发现了，老师说拿出来和小朋友们一起分享。那你拿出来了吗？我没有。为什么不分享啊？我拿不出来，因为我没有那么多鼻屎。我妈妈鼻屎上牙签。喂。后来遇见他，陪我春秋冬夏，愈合我的伤疤，大概我会一直幸福。我太难了。他招老头子坏得很。给自己伤了个小情敌是种什么体验？此时此刻，我的内心。
哎呦我的妈！从现在我家都不吃鱿鱼，都要喝，要喝溜溜溜溜的喝。不吃了，这东西送飞天塌地陷，紫金锤子裂，和仙之火进酒精，神之金牌。这东西送飞天塌地陷，紫金锤。有个笑点低的宝宝是种什么体验？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，没有一丝丝改变，时间只不过他没事。请你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。哎，老婆大人啊，问你个问题哦。什么问题？你说失败是成功之母，那成功之父是谁？想知道转100块钱我就告诉你。多宝到账100元。嗯，可以了。你看一下下面是不是显示成功支付？昨天当宝宝在抖音刷到自己的视频时，对不起，打扰了。哎呦我的妈！